哦，是新选出来党。哦，这边剧情不一样了。新选不要。果然不错，我辛辛养大的儿子，因为背叛我，我为什么不能毁掉一切？来吧，看谁的意志能战胜。如果我赢了，合体之后一散出你我所有的灵力，周围骤然生活的环境，又让火魔兽继续沉睡，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平静。是你吗？你说话啊，哥。我一时心软，总养虎为患。我不能让你唤醒火魔兽，毁掉一切。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不应该教你的。对不起。就算是你的儿子，我也只能如此。不要，不要，哥，永别了，玄哥哥，哥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这样最好，正是我想要的。玄哥哥，你别试，旭儿还要听你解毒呢。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为了我永远这样，不要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。你还不是一样？我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你。旭儿不要，旭儿不要你这样。你的幸福，就是我的幸福。哥，玄哥哥，心玄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，所以他不要我们再来帮忙，所以他为了救你愿意放弃所有法力。他其实很喜欢小旭的，但一直压力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玄哥哥，我要你活传过来，我不要。旭儿，玄哥哥，对不起，你为旭儿做了那么多。可旭儿对你唯一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兑现，
旭儿要回到过去，要吃炫哥哥煮的东西。炫哥哥，你笑一下给旭儿看好不好？旭儿最喜欢炫哥哥的笑容，旭儿要一直看，一直看。炫哥哥，你怎么不回趟旭儿？小旭，小旭，你定定神，心弦你听不到你说话了。不会的，他能听到，真的。他的身体不能动，但那魂魄还在，旭儿感觉得到。你看，玄哥哥就在那里，那对我们笑呢。你看，旭儿，你别这样。Thank you.
这边关掉。哎，只能存这里哦。啊、算了，那我不要存。好，刚刚修正一下哦，这个是王彭旭的结局。好，我们这要做温慧的结局。